这个甜点真好吃啊。这不是上次冬梅姨给我做的慕斯甜点吗？怎么会在你那里啊？嘿嘿，你给了奶奶，奶奶又给了我，你有意见吗？当然有意见了，这是我给奶奶吃的，不给你吃。哎呀，你烦死了。邱梅姨整天给你做好吃的，我就只能捡点残羹剩饭，真是越想越气，我让你吃了。啊，邱美姨，你听我狡辩，一会儿我再收拾你。大家别伤心了，姨给你重新做一个超大版的慕斯蛋糕，怎么样？嗯，谢。
座驾，全新林肯利，利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冬梅，麻烦你来一趟了。还有，这可不是大家偷来的，是大家妈妈听说蘑菇头把大家的画笔抢走了，特地买的全球限量版超级画笔。这个是双层双层可折叠型画笔，外壳专门用实木宝箱制作而成，包含彩色铅笔、水彩笔、水彩盘、笔芯颜料、蜡笔等等，是世界上种类最齐全的画笔工具啦。嘿嘿，大家其实只要有好的技术，什么笔都能画得很好看。我能用这半根铅笔和你换这一整盒画笔吗？妈妈走的时候让我要多交好朋友，可这画笔我也才刚拿到手。咦，我要不要和蘑菇